有障碍。因为那边有一个女生的这个部分，我们开始吧。好像我被大家压倒的感觉。아니정말그아시겠지만공연하는사람들입장에서는관객분들이열정적일때는이게더열심히해야한다는어떤강박감이요그런게생겨요강박증就是表演的人呢，大家都应该是一样，大家应该也会知道，就是观众非常的热情，越热情。但是那个表演的人他认为说我要更加的认真，所以他们就会有那种压力，我要更认真的表演这样。괜찮아인연을들어가서내가집을놓게하는